说女明星对自己的哪个方面最上心，老爷觉得铁定是身材啊，颜值还可以靠化妆，身材不好衣服挡都挡不住啊。但是他们有一个即使变重也很幸福的阶段，那就是怀孕的时候，快来和老爷看看女明星难得发胖的时候吧。谢娜即使穿着黑色的衣服还能看出肚子已经很大了，但是老爷真心想说，怀了双胞胎的娜姐100斤，多少人不怀孕都瘦不到的程度，还有一个仿佛假怀孕的明星就是杨颖了。看看人家怀孕真的是只有肚子胖了，四肢都还是很纤细。杨颖自己也说过，怀孕最终的时候的体重是108斤。老爷只想说，人比人气死人呐、啊！霍思燕怀孕时候暴涨68斤，怀孕前是92斤。老爷觉得看她怀孕前后的对比，这个数量应该是很客观了。看来杜江真的是对怀孕的霍思燕无微不至啊。不过老爷觉得生了闷亨，这么一个小可爱，胖多少斤也值得吗？老爷本来想说，当妈妈真的很伟大了，毕竟还得放弃自己的身材，